来，瑞杰，我们今天要尝试的让你坐起来看看。这个枕头放在胸口，最煎熬的是那些漫长的复健过程，太辛苦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好，我们先停下来。在加护病房的那段日子里，尊严是什么？瑞杰，来，我们一起换个尿布哦。是不存在的，又要换啊。屁股抬高。哎，很好。不行哦，这些药对你来说很重要，一定要吃完。晚上还有晚上的。哇，你尿这么大一泡，你如果不好意思叫我们有那个铃啊，你就按一下铃，我们就来帮你换尿布嘛。对，你昨天男朋友还好吧？第一次看他那么生气哎。瑞杰，你好不容易换了一个心脏，这些药都是免疫抑制剂，还有类固醇之类的，对你现在来说真的很重要。那伤口好脏。对，这是正常的，深呼吸，然后手压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就这样。先这样，先这样。来，转身，瑞姐，我们来拍个背。很好。对呀，男人啊，没有用啊，你不多教几个，对不对？十个当一个用。那什么时候行动？很好，很好。对，就这样。来，喝点水。恢复得不错，接下来可以拆钢钉了，继续加油。医师官，可以换药。白天那些流程我都还挺得住，但夜晚才是最可怕的。阿贝，阿贝 ，VT， 谁帮我扣一下 VS？ 回去我来扣。Assist， 小贝，你先帮我压胸，我去准备 CPR 机。好。现状况怎么样？3:16先 VT， 后来就 Sisto， 现在已经压了两分钟 ，Both me 给了一 mini。来继续 CPR， Gas 够了吗？还没。每3到5分钟给 Sisto 一 mini， 家属联络了没有？已经联络了。好，来，赶全套再抽一次血。